样板间还是没有。咱们现在在这个高楼的后面的后面的这个。后面样板间还没建好吗？这是 ABCD 啊，特别火，现在卖的业绩也还不错。巢湖的这边就已经就还没开始卖，按现在预定的啊。凯悦酒店哦，凯悦，凯悦。然后呢，有一部分是那个这样，然后有一部分是写字楼。就凯悦酒店。这个项目非常大，这个为它这个名字啊叫 Eco Green， 叫什么生态绿色。就是它这个旁边这个绿化特别好，地面是红色，旁边是这个球场吗？第一 AB 两千三，第二次押宝院当中。为啥买这儿呢？这个主要是一个是开发商对中国客户很友好，他们家对我们就不到十几，所以他比较对这个。这个小区是在里边，所以他们说，我老板说，他说这里买了现在2500、2600买的，他觉得能涨到5000差不多，等建好了，路也修好了，可以看看。在南外滩那里也卖个6000-7000，你这里卖个4000。所以这项目就有这个商场、写字楼什么的，都有。一起出新图啊，好像是6.2。两室能租个850。他们家这里就不到十平米。所以他们说，我老板说，他说这里买了现在2500、2600买的，他觉得能涨到5000差不多，等建好了，路也修好了，可以看看。在南外滩那里也卖个6000-7000，你这里卖个4000。所以这项目就有这个商场、写字楼什么的。人工费用高吧？跟你装潢的？啊，还可以，不太高。不太高。比国内好。现在国内好贵了。前段时间我爸妈是重新装房子，我爸妈装一个300多平的一个房子。我还是装大房呢。他这个就是另一个卧室，桑拿房肯定是没用的。肯定还是作为卧室啊什么的。如果不做这个运动房的话，可以做卧室。肯定是做，没有人做运动。他就是这么算。这因为这里附近也有健身房的嘛。我们小区就有健身房。
Cái này em làm, cái này phải dòng sao? Cái này nó thông qua bên đây luôn anh. À, em làm thông. Cái tường này xuống phải dòng sẽ là tường tường mỏng. Còn cái kiểu nhà mẫu này đang làm thông qua. Cái này nhưng mà cho chị hỏi cái em bàn giao cái kiến này là bao giờ tường tường vô? Tường vào cửa. Nhưng mà ở đây thì em bị coi là